嗨，大家好，我郑峰。今天呢，我要来跟各位介绍我们一生最小尺寸平烫机。这台呢是我们15×15手动平烫机。那接下来呢，我会跟各位介绍我们的使用方式以及我们的操作过程哦。先跟各位介绍我们的一些功能。首先打开我电源，电源打开之后，上半部是我们的温度，下半部一样是我们的秒数哦。一样，我先按一下 set， 设定我的温度。那这台呢，基本上我要设定130度，长按可以直接倒数。好，130度到了，再按一次 set， 这边没亮灯，它现在显示是21度，会慢慢升温上去。再按一次 set， 这边是设定秒数，那我这个要设定大概15秒。好，15秒到了，再按一次 set， 这样子设定温度就完成了。好，接下来呢，我要跟各位示范我们要烫印饮料提袋跟我们小零钱包哦。首先呢，我们先把我们的小零钱包摆上去，以及我们准备好我们 DTF 胶片，摆上去之后，直接压，开始倒数。好，一样，时间到还会有提示声，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打开，有没有？它已经烫上去喽。然后再来一样烫印我们的饮料提袋。好，一样烫印上去喽。那我们等它冷却，我们再来撕除喽。好，现在已经冷却了，我们就将我们胶片撕除，有没有？直接贴进去，一样，这个也撕除。好，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手上文物烫制在我们的饮料提袋以及我们小零钱包，可以将我们心爱的猫咪烫印在上面哦。那各位想要了解这台一生最小尺寸平烫机，可以赶快跟我们联络哦。